头文字D，相信大家都有看过，那么对这辆车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呢？今天我们请到了车主小朱先生来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改装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特的小朱。我选的这套宽体的话是来自日本的 Rocky Bunny 的一套宽体。这辆车的宽体套件是由来自日本的三浦庆先生亲自设计的，可能大家不太了解，他是一个日本非常知名的改装设计师。动力方面的话，这台车移植的是 DC2 的一个 B18C， 有一些内容是比较花心思跟时间的，比如说龙门架这一块是我自己手工打造的。车内部分的话，除了非常重要的安全部分，其余的内饰的话尽量都做到了简洁。Yourself to death. So you gotta find